家好，我是魔丸。今天的小车子开箱终于要回归我们的本业啦，要来跟大家分享由美泰所推出的限量小车款。最近这段时间啦，其实我们的风火轮以及火柴盒呢都有推出很多很不错的限量小车子，我也来进行抢购，但还没有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啦，之后也会再慢慢找时间呢来跟大家做后续的开箱。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小车子其实也是在7月份8月份才刚推出的，不过跟一般的限量小车子比较起来呢，这一台又更加的特别。每一年的7月份8月份其实在美国都有一个盛会，也就是我们的 SDCC 圣地亚哥动漫展。会场当中除了可以买到限量的公仔之外，大家连着这样子限量的联名小车都是有机会可以抢购到。那从疫情期间开始啦，几个比较大的厂商呢其实陆陆续续也就改成以网络通贩的方式来进行贩售，来进行抢购。除了大家熟悉的美泰集团之外，当然专门出公仔我们的 Super Seven 呢也是有推出网络通贩的方式来进行贩售，能够取得的管道当然也就会更加的容易。那今天的话啦，魔丸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当然也就是我们2023年 SDCC 所限定的风火轮，没有错，就是前面的这一盒。看到这个外箱大家应该也就知道了，没有错，这次的风火轮联名小车子就是跟着我们侏罗纪公园的系列呢一起来进行推出的。会选择侏罗纪呢其实也是因为在今年2023年刚好是满这个侏罗纪拍摄的30周年，第一集的电影上映啦是在1993年，这样子也就默默过了30年。除了这样子的限量小车子之外，其实美泰这边啦在今年选择推出的这种限量公仔呢也是以侏罗纪为主轴，魔丸也是有入手的，未来再找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的外箱设计除了是以全彩手绘的方式来呈现之外，当然在外箱的尺寸也是变得更大一盒。之前来跟大家分享的风火轮小车啦也是只有小小一盒而已，尺寸上面是真的变得巨大蛮多的。最主要啦也是因为这次好像是有搭了一个小小的造景，魔丸也是很期待的。那这边也就不再多说了，我们就赶快开箱来看一下里面的限量小车子。这次的设计也是很有看点的，正上方的话很像是一个电影荧幕的画面，那也就是我们的暴龙正在追着伊恩博士，这也算是第一集当中的一个名场面。那在盒子的侧边呢，这边都是有做了一点小小的设计，所有的花纹呢其实都是以骨骼的方式来呈现啦，经典的这个暴龙头骨呢在这边也是有完整呈现出来的，一直延续到侧边的地方呢都是以这种花纹的方式来呈现。不过到了正上方呢，没有错，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经典的暴龙脚印。仔细一看的话呢，其实在里面也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限量小车子。外盒的设计这次也算是很有看点的，接下来我们把前面的这一个上盖的部分呢给打开，其实它是用一个比较类似幻灯片的方式来呈现。第一张我们的暴龙正在追着伊恩博士，那第二张呢，哇，这也是一个经典的名画面啦，躲在厕所结果被暴龙发现。第三张的话哦，一样是我们的伊恩博士，不过呢这个是水面的倒影，仔细一看的话这是一个暴龙的脚印。接下来最后一张哦，暴龙的脚印呢出现了一点点水痕啦，就代表呢暴龙是越来越接近。接下来的话没有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限量小车子，这是官方选择推出的，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名场面啦，也就是受伤的伊恩博士躺在吉普车的后面。另外魔幻这边刚刚才发现外盒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因为上方呢是有做了一个暴龙的脚印，所以呢稍微使用手机的这种手电筒来去进行照射的话，可以看到整个光影运用的方式呢也就会变得更加特别，也就可以稍微呈现了在雨中的这种雨点打到的这种风格。这边我们就再次开箱啦，来看一下小车子的细节。这次的侏罗纪公园虽然是有搭了一个小小的场景，不过也都是以这种纸质的方式来进行制作的，是没有附上亚克力盒的。我们觉得还是稍稍可惜啦，原本期待呢是会有一个小小的亚克力展示盒，但是呢外盒这边也是有做了一个小巧思啦，特别使用这种稍微有点角度的设计，让整个车子呢是更能凸显在这个场景当中，魔丸自己还算是蛮喜欢的。之前的限量小车子其实都有一个专属的编号，那这一次的 SDCC 呢它是没有所谓的限量编号，官方这边
天贩售的数量呢，其实魔丸也不太知道，但是目前的话都是已经贩售完毕的。真的有想要的话，很抱歉啦，这次是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等待明年的 SDCC 呢再来进行抢购了。小车这边一样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啦，这次也因为是限量的小车子，所以都是以全合金的方式来进行制作，连着轮胎的部分呢也都是以胶胎的方式来设计。这次的轮框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啦，也算是很经典的。车头的部分呢，魔幻这边先把这个纸卡啦稍微来做一个小小的拆卸，这次也因为是以卡榫的方式来进行设计的，轻轻的把这个卡榫的地方呢给往后扳折呢，其实也就可以完整呈现出我们这个车头的部分。涂装的表现当然也不用魔幻多说啦，该有的细节呢都是有完整印制的，包含我们车灯水箱罩的地方一直到下面小小的车牌呢都是有完整还原出来的。比较可惜的还是在于座位区的部分，可以看到整个座位区啊都还是以最原始塑胶的方式，虽然是有选择以灰色的方式来呈现，但是仪表板这边啊也就没有做任何的涂装，魔幻觉得还是稍微可惜一些。最大的看点啦，魔幻觉得还是在于我们后面的伊恩博士，也是要把伊恩博士的造型呢给完整呈现出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再搭配刚刚的上盖呢，其实也就可以做到一个小小剧院的这种立体效果。这次外盒设计是真的很有看点啦，不管怎么样搭配其实都会有一个蛮不错的摆设的方式，当然啦也就要看个人的喜好呢来去进行不同的应用。那这边的话魔幻也就不再多说了，直接拍摄一些小车的细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咯。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次可以跟侏罗纪来推出这个30周年的联名限量车款之外，再来魔幻觉得最难得的还是在于后面的伊恩博士。风火轮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这样子1:64的人物系列，包括限量的车款啦，其实想要出现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有机会再次推出啦，魔幻觉得真的也是很难得啦，当然也是要再来收藏一下。搭配之前啦，魔幻来跟大家分享火柴盒的这台游园车一起来进行摆设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未来的话啦，魔幻这边又有在购入其他的限量小车子呢，一样也会在拍摄车影片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话也就先到这边咯，我是魔幻，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